欢迎来到铁蛙村，我是阿飞，掌声谢谢。我是花莲万荣乡的万荣乡哈，花莲去过吗？然后基本上我来到铁蛙好几趟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表演还蛮像表演的场所。好，先带来第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首，这首歌呢，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，2003年，然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。2003年，我那个时候，2003年发行哦，结果没想到，2005年才拿到金曲奖这样，对，才拿到金曲奖。我就觉得，第一次发专辑，然后可以拿到金曲奖，很恐怖，非常恐怖。来，带第一首歌。天堂送给大家，谢谢。Stand up.
远大，喝开了黑鸭，一路可以说很大呀哥，一路可以说是我的呀哥，是我的呀哥，生的困难了要是给呀，啥都给要啥，不啥都给要啥，马路都啊，马路都安不。谢谢。这是来自阿飞的作品，然后2003年发行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发行母语专辑很辛苦，就是你要克服很多的困难，就是你就有流行音乐，然后来去发母语专辑。好，那个时候的当时就会觉得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好，然后卖的唱片也不是很好，哎，对，基本上大家听不懂。这是什么语言这样，就觉得啊，对，好，这是天堂，来自阿飞的作品《天堂》。